好了，那边有了，然后我现在开启那个云录制啊。好。我起晃也 starting 了，现在要看看是不是怎么样。刚才怎么有我说话的声音？啊，所有啊，因为它有那个最右上角有那个视图啊，视图就是主持人可以弄成那种火画廊式。现在是演讲者的视图，现在演讲者是我双击了这个赵老师，就是主持人。现在您那边是只有您的头像啊，就是如果说一会儿我点一下。等于就是谁的头，谁是，就是您那边控制谁在这个主屏上的头像是吗？对对，啊，主持人，好。以后我们主持人控制啊。哦，好的，好的，就等于就是只要点击一下，把谁作为一个主屏的，对对。然后比如现在我点击啊，点击孙老师，就是这两个人是都在上面。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嗯，没有了。孙老师也上来了，啊，于啊，老等师也于，上来了，啊。那待会就是那个老师那边的那个话筒是您开吗？杨老师，您帮他开吗？是可以，老师可以自己开。好，老师自己看。嗯。杨老师，那个齐黄的你能看见吗？我已经 starting 了，好，我我现看一在下。进不去，要我现在找找，我看看怎么我的 password。就说我已经 starting 了，只是我也想看他的直播的画面，应该好，那我啊。点击进去看一下，试一下。OK，那有那个链接，我在找。对，我点击进去试一下。好。看得到，看到，OK，看得那到，看得到。声音也有吧？声音倒是，我这边没有开声音，我试一下。听得到，听得到，有声音了。行，那好，嗯，那就一切就绪。那我关掉了啊，我关掉了，好因为的。我这边手机就想静音，那个怕影响了讲座。嗯。对，孙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对，一会儿的话，我就按照那个正常的一个步骤到了，介绍完您之后的话，我就会说接下来我们有请孙老师，那您那边的话就可以开始啊。好的，好啊，的，一辛定要苦。先放，不是介绍，哦，对对对，然后那个孙老师说完以后，然后那个
录像的时候，就是一会儿麻烦赵老师放啊，就等啊，对，就是介绍完了那个孙老师之后，我再就是开始播放录像。嗯，对，应该是正常程序，好像是我先讲二十分钟，然后是的看这个视频，对啊，是，然后再播录像。是的，我这边的那个界面是什么样子的话，没有关系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啊，好，杨老师，那行。童老师那边，我看那个。我这个直播现在页面还没有。没有啊。您那边有吗？赵老师刚才看有，我看看，我点一下。啊，那我试一下。我试一下看一下那个直播界面那块。我登录一下。那 YouTube 这上面的，我刚才看的就是 YouTube 上面的呀。啊，你看 YouTube 是有的。对，哦 ，YouTube 有的，那是 Zoom 上面的直播吗？您是放那个齐黄啊，齐黄，哦，齐黄上的，我就不知道怎么登录了。比划，那不着急，嗯，嗯，没关系，我们稍微晚几分钟也再来一下哈。齐黄，我登拉起来。好了，齐黄有了，我看见了。可以了。哎，我这边网络异常，网络真是需要能够就是保佑能够正常。对对，我可以切换网，可以看到童老师的那个桌面。看到我的桌面不能看到 Zoom 吗？ Zoom 没有。哎， Zoom 我已经全屏了，已经是全屏了。哦，现在可以，现在然后再停。哎，我的其实网话筒可以关掉吧。现在好了，对，嗯。哎，德强老师，那个Zoom 的话筒我关掉没有关系吧？我的Zoom话筒。Zoom话筒啊，可以，嗯。您听一下那个，齐黄网那边有声音吗？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好，齐黄有声音 ，OK， 所以一切正常，好。我们行，然后我们不用，我们现在有十六位啊，十位老师，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好，现在所有直播都正常。啊，我的声音也能听得到哈。听得到，好，您可以开始了。好的，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中心的一周一太极。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太极与健康的紧密关系，我敢肯定您关注太极，关注健康，就能收获更多的健康。欧洲太极文化中心是致力于推广太极、中医与国学的全球网络平台，我们邀请了世界上顶级的太极拳大师、中医学专家以及国学大师们为我们做公益讲座，我们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了解咱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传播中心的工作人员是由志愿者组成，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各行各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加入，壮大我们的团队，一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其在世界上蓬勃发展。我是本中心的志愿者赵丽萍，也是今天的主持人。居住在西班牙圣地亚哥，在当地从事太极拳的推广工作，同时也从事在线英文、西语及中文的教学。也曾求学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英国学习生活了近六年时间，在线教育就是在那时创办的，直到现在。今天我们后台的工作老师们，还有童老师以及杨老师，今天的公益讲座是孙海顺老师为我们详解南派太极功的进攻第四讲三空，之前的第一讲是三通，第二讲是三顶，第三讲
三元，想必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看过了。如果有人错过了，可以在链接上重新观看。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孙老师。孙海顺老师原名孙高平，字务全，号海顺，教育学博士，师从张子成、白仁勇、魏德清、王甫等先生，是吴图南、李子明、石明、王培生等先生之再传弟子，现任北京南派武术院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商学院副院长，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理事，国际武道联盟太极拳养生协会执行副主席，太极拳国家一级社会体育辅导员，太极拳国家级教练员，国际武道联盟太极拳八段，南派太极功是以南派太极功古谱为基础，对阳无太极拳内功功法进行了汇总提纯，并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归纳总结编制而成的太极拳功法体系。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孙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孙海顺，感谢赵老师，感谢诸位老师，很高兴呢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在欧洲太极传播中心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太极拳。怎么这么大回应？我手机的事啊，不好意思啊。这一讲的话呢，主要呢是想跟大家分享太极的南派太极功的三功。上一讲呢讲的是应该是三元啊，在上一讲的刚开始我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太极拳呢、它不光是有其武术的属性，更有其文化的属性，因为中华文化自古是文武合一的，那么文武合一的文人的实修的手段，就是文人练的武术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内家拳法，太极拳为代表的内家拳法。而今天讲的这个三空，可以说它的文化属性这一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孔夫子叫温良恭俭让，然后呢我们一般人说练练太极啊，或者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呀、都要戒除贪嗔痴。但是呢到底怎么戒除呢？很多事情啊，事到临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控制不了自己了。平时的时候啊，我学这个传统文化，我知道哦，我不能发怒啊，我不能冲动，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像最近啊，刚才我们这两天吵得比较热的是吧，唐山的这个打人事件啊，这几个人确实很猖狂，但是呢也看出来他确确实实是吧，喝酒喝的导致了什么那种失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像君子一样的控制自己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在反思的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学习传统文化，可是呢真要想做到夫子的温良恭俭让太难了。真遇到事情有时候不得已不能自控的就生气了，不能自控的就发怒了，不能自控的就冲动了，冲动完了之后呢，等到歇下来之后，哎，又后悔了，说我当时怎么就不能够稍微的冷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了半天，到时候除了增加自己的所谓的是吧负罪感之外，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传统文化实际上不是一种意识概念或者意识形态，说我应该怎么样，而是它是一种实修的手段。正如大学说的，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讲，吾常养吾浩然正气。这个东西怎么养，它需要一个具体的手段。我们后来很多的文人呢，慢慢从清朝开始就把这个武的这个手段放弃了或者遗忘了，导致什么呢？文人文化人不养浩然正气，没有实修手段，但是脑子很聪明啊，他制服不了自己的这些想法和欲望。所以我们中国一研究传统文化，很多人说传统文化说的极端一点，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对吧？就说可能某些朝代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啊哈坏水的人，这确确实实历史上不少见，尤其近代历史上满清末年。所以我们在反思，那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是一种伪善吗？或者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是一种粉饰太平的一种甚至于连面膜都不如的东西吗？实际上不是，它是有实修的手段，而我们现在是把这实修的手段忘掉了。所以等到大家真正的在捡起这个实修手段的时候，才会切身的发现传统文化之伟大，中国老祖宗之伟大，就必须得亲自的体察。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三空，三空是什么呢？是眉心里面的上丹田、胸口的中丹田和小腹的下丹田。在中华人文化认为啊，下丹田是什么呢？是淫的根，中丹田是怒的根，上丹田是痴的根，或者叫贪嗔痴这三者的根。如果我们能够老是守着这个三个丹田的空，并且一以贯之的穿下去，你会发现你有了一个掌握控制降服自己淫怒痴手段的这么一个好方法。我们就做个比喻，如果我们生气的时候，实际上这气从哪来的呀？是从丹田一下灌到胸口，气闷于胸啊，这叫愤啊，愤慨。然后这个气再往上灌，灌到头，这就叫怒，所谓怒发冲冠，一到头了，脑子就晕了，脑子一晕，什么话都敢放，什么事都敢做。可是这个气一旦下来呢，后悔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老是练三空的话，首先下丹田起不来，就算你遇到了极大的刺激，下丹田起来了，你守着中丹田的这个空，这个气一上来立马就下去。所谓虚其心实其腹，这种体验必须要亲自做到。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会儿放咱们这个小视频，这个教学的小视频，大家一定要试一试，站这个三空站好了，体验是一种什么恬淡之美，嘴角带着微微的微笑，身心通泰，特别的舒服。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往那一站气就顺下去了，哎呀，舒舒服服的，想生气生不起来，多大的气在自己面前刷就顺下去了。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古人讲的涵养，涵养，哎，真得是含着养，你不含着养，对吧？讲那些东西道理谁都会讲，但是做出的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让人看你们学传统文化的就是伪君子嘛，对吧？你讲的都好听，遇到事上一分钱也要争，对不对？一点气也要撒，那还有什么噱头呢？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搞传统文化搞了，在中国啊，传统文化搞了将近有不到十几年吧，这样的事见得太多了，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但大家往往我们做传统文化的失之于两个方面，搞文的读经读经再读经啊，就搞文，然后最多写写毛笔字，搞武的呢
打拳打拳再打拳上擂台。所以文武这两个东西分家呀、啊、就会导致什么呢？文人就会变成俘虏，武人就会变成鹰犬。你看在这个中国的一八几几年是极其的突出，包括后来五四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全部打倒，我觉得是正确的，是正义的。为什么？那个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腐朽的不行了，它没有武的这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出来重新弘扬传统文化，要弘扬什么呢？汉唐之文化，起码弘扬明以后宋的文化啊，不能进是吧，我觉得意义不大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三空啊，我要是做个广告啊，希望大家多重视。前几讲呢实际上练的是个正字，正字的话呢，人一旦正了他气就壮了，一旦壮了的话呢就容易什么呢？容易认死理。所谓方正以伤人，得理不饶人啊。练太极练到这个份上其实不入门的，虽然你把三鼎啊三元啊都练到手了，但是呢因为你练的这个正直的东西啊，你看到不顺眼的忍不住，看到你不合你的价值标准的你受不了。那如何把练的这些东西化掉？哎，中国人讲大而化之，如何化掉？今天这个三空就是把这个东西化掉的最好的办法。我们道家所谓什么炼精化气，实际上这三空就是化气的，把我们的练的这些劲唰，哎，通过三空往下一穿，形成个气球，外实而内虚，哎，叫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心啊就开始均平，不光看到我们自己，而且还能看到我们的周围，乃至我们周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的心量就随着三空而打开了。实际上学习传统文化就是扬武浩然正气。什么叫浩然正气呢？如果这个气只在自己身上固有，那不叫浩然正气。这个气一定要打开，充斥于天地之间，运行于宇宙之内，充八荒而运寰宇，这才是浩然正气。那么一切众生都在我浩然正气之中，一切众生皆跟我同体，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慈悲也慈悲，对不对？不同人也同人，自然而然流露出慈悲喜舍之心。那么我们真正的所谓的修身修持，才有门径，才有方法，才有道路。最重要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学习传统文化结果不重要，为什么？法尔如是，本来就是，对不对？六祖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来圆满，何其自信本来清净，我们结果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关键是方法，有没有路径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中。我们现在是游子，大家有个共同的家乡，但是回不去。所以太极拳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让我们回到家乡最好的、最简单，或者说呢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哎，所以我们弘扬太极拳，身体当然很重要，健身非常非常重要。身体是什么？是本钱。但是身体健壮了以后，我们干什么呢？灵魂上的升格，或者说我们精神上的升华更重要。而精神上的升华其实正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所谓率性之为道啊，修道之为教。开始是天命之为性，就是身体嘛，但是到了率性之为教，就已经什么升华到灵魂层面啊。所以呢我们学习太极拳，上次我也讲了，海外多是精英啊，希望这些中华老祖宗的好东西，哎，能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们能够多了解多继承，这样才对得起中华儿女四个字的名号。
不然的话，中为何物，华为何物都不知道，光是一个黄皮肤，我觉得是不配当中国人的。啊，好，那么时间到了，我们来这个广告也算做完了是吧？小广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视频啊，里面有这个详细的练法。好，请我们的赵老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观看一段视频。大家好，我是孙海顺。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我们又请来了张老师，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南派双氧太极功法。上一次呢，我们讲了基本上把我们无极桩功，就是先天无极功的进攻，也就是无极桩，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身形上的讲解，我们进行复习啊。两个肩往前圆，往前抱，两个肩往前抱，实际上用我们肩颈抱到前面大概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合上，合成一个点，合成一个眼儿，就跟两个铜钱合一块似的。哎，八。话说白了就两个环跳，啊，对，膝盖的两个尾中，啊，合，三个合在一起，合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照镜子，照镜子什么？你合出来这三个点，对不对？首先你得排成一条垂线，你不能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也不能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那不行。肩的下去，肩颈下去，尾中上来，合在哪儿呢？扣在哪儿呢？扣在你的环跳上。什么是？这叫连上，这叫扣上，俩扣上，俩扣。哎，对了，哎，这就叫背弓扣，我们说的扣珠球的扣。照镜子，什么叫照镜子？这有一个，这就有一个，嗯，对应的地方，明白吗？人照镜子吗？这是你的背，这是你的脸，这地方有一个，肩颈在背后，这大概在大椎的往下这个位置，第一个椎着，椎体着，这两肩颈就大椎，大椎这有一个，啊，大椎穴里有一个，这地方有一个。是吧？环跳着，尾捋着，基本上尾捋根儿，尾捋上头，尾部骨上头啊，有一个，对吧？啊，膝盖那有一个，最后都合在哪儿？都合在腰膝，丹田这儿投影着，正好它穿过去对面，就是你的腰膝，对，那个地方有一个，对，就站桩把这站住。第一，身上的三个点，身外的三个点。变成了两个点投影，两个点叫身中之中，身外之中，也叫扣，扣就出来了，扣子的扣，纽扣的扣，非常好。所有的劲儿从这走啊，所有的劲儿从这走，对，这走进的通道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上一讲讲到的，我们复习完了。在这个扣，两个扣子，两个扣子清清楚楚的情况下，清清楚楚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始什么呢？走气啊，把我们的气均匀铺开。这个是劲儿，扣是劲的输流，劲儿的输流，所有的劲儿从这走。那么气呢？气跟劲不能混，对吧？劲是劲儿，气是气。太极拳的阴阳实际上就是劲儿跟气的区别。劲儿听意念的话，叫以意领劲儿，意在先，劲随之，行以示之，这是阳。神以运气啊，这是气。所以神气和意劲儿这一两对儿就是阴和阳。而意由凡意练成真意。什么叫真意啊？就是意与劲儿合了，合出的这个东西就叫真意。
神与气合了，合出的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元神。啊，真意元神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真阴真阳。而神意气劲儿，啊，就是所谓的四象，少阴少阳，老阴老阳四象。所以我们把这四个阴阳，少阴少阳，老阴老阳，调成什么呢？真阴真阳，啊，练这个扣儿力，或者叫劲儿与气合，这个扣儿就是把什么呢？把老阳跟少阳结合在一起，变成什么呢？变成了我们所谓的真阳。那么下一步，气，这个气怎么办？气要敷展开来，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三空，耳朵尖，这地方叫百会，两耳朵尖相连，两耳朵尖相连和鼻子尖过来这个焦点，这个地方叫百会。百会的投影和这个眉心的这个投影进去的焦点，这个地方叫迷丸宫，也叫上丹田。凝神去听，那个上丹田就出来了，啊，上丹田就出来了。这么一凝神，听100米外的俩蚊子说悄悄话，啊，这就是那，你这个提起来这一下就不听了，啊，是不是有个东西打开了？听，100米外的蚊子说悄悄话，啊，你看是不是又提起来了？不听了，哎，放下了。听，哎，你来回听和不听转换，你会发现在你脑仁里面有个东西滴溜起来放下，滴溜起来放下，滴溜起来放下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注入什么元神，或者叫你的主人公。然后它的位置底下就是空当，你往下看，用那个东西往下看，哎，是不是空当下去了吗？胸口这里面有个眼儿，像个探照灯，你找吧，来照你胸口，就像这样的，还是这样的，探照灯照，这就是个眼儿，这就是个眼儿，它来回照着，找着这个眼儿，唰窜出去，明白这意思了吗？哎，下去了，唰，下丹田一样，在哪儿？小肚脐底下，脐下四指这个地方，往里那个平面，像三个钱穿钱眼儿，三个大钱儿。垂直对好，用神，用我们凝神的这个神，一以贯之，叫神以内敛。神敛在哪儿？敛在上丹田，然后变成一条线贯穿中下两个丹田。一旦这三个眼贯穿了，毛孔就跟那个松树的枝儿似的，枝儿似的炸开了。这毛孔炸开非常重要啊，这一定要练出来的。这炸出来，这每一个毛孔都炸着，炸着它吐出一个范围，这个视力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的球，一般情况下围着它头上头下，这就是毛孔吐，哎，毛孔吐出来的范围，这就是所谓的球。这个球要通过什么找着？通过你身体的感受，不是意念啊，或者说你眼睛的余光。这个余光我们称之为什么？元神。食神是什么？食神是识别了。哦，这是个宝马，还是个白色的，挺漂亮。哎，或者说这是个什么？它进行识别了。元神其实上最简单就是我们开车的余光，瞄着后头，哎，有点，哎，过来了，知道有车，赶快躲一下，别撞着，躲一下。至于这个车是什么，你不知道。你识别它，你的神呢？它就变成了聚集的状态，而元神是圆满打开的状态，是圆部四周的状态，是分布的状态，啊，对不对？神意气这三个东西各有各的作用，而神气这一块就应该什么圆部，就应该分散在它的周围，形成一个球，或者叫势力范围吧。哎，我们在站无极桩的时候，自己的视力范围有多大一定要出来，
一定不要自己去想个气球啊，自己用意念想个气球，假设自己在气球中，那意念带动的是劲儿，意念带动着劲儿，你想的这个气球那就成了劲儿了，那劲儿跟气的，它就把你的气的道给堵上了，就打架了，就所谓的龙虎斗，龙是龙，虎是虎，劲是气，劲是劲儿，气是气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打开，是靠什么打开的呢？靠眼神的余光，发现它打开的过程，叫神与气合。而这个神还不是眼睛的食神，一定是眼神的余光，或者说这个神还有什么体现呢？神在我们身上体现，一个是眼睛的余光，第二什么？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我们太极很多会用到身体的感觉，对吧？身上感觉到有个东西出来回来，自己身体的感觉会越来越大，身体好像是膨胀开了，这都是自己的皮肤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气的出入。 OK 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气球就出来了。哎，非常好，这你一看这大气球就出来了啊，有了球叫大气球，有了扣，那么我们这要占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一个是扣，一个是球，最后还有个珠子啊，这三样东西叫扣珠球，老虎上讲得很清楚，扣珠球三样，这是太极拳的三个核心的东西。所以这个球就属阴属气，扣属阳属刚，太极的阴阳就是一个扣一个球，珠子是扣球混合出来的状态啊，混合出来的状态。好，这就是我们哎站出来的状态。这时候是一心二用啊，眼神跟这个气球相合，想法跟这个扣子相合，所以神与气合，意与力合，或者意与静合都可以，这两个合在一起了。最后神与意合呢，最后话啊，现在这两个先合在一起，是非常非常哎，这就是一个，你看这就是一个无极桩的一个标准状态啊，无极桩的标准状态，在这个状态下站多长时间都不为过啊，建议的话是40分钟，实际上2小时最好，当然我们也有站4个小时8个小时的，那很舒服，这个站好的时候脚底是飘起来的，对吧？靠眼的余光和身上的感觉来运这个气，劲儿呢靠意念走这个劲儿，哎啥、在这个九曲珠当中来、运劲儿，如九曲珠吗？在这个九曲珠当中来运这个劲儿，这就是大概的技法。作用的话呢，当然了，这个心法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以内敛，气以鼓荡，这时候气就鼓荡出来了。气一旦鼓荡出来，那么停留在腠理，停留在皮肤，停留在肌肉里面的这些病气邪气都会被自然排出啊，你的正气、宗气、元气、银气、胃气四气充足，它就会什么呢？把这个你体内的一些寒气啊、湿气啊、这个风寒湿热暑痹啊等等各种的邪气的话呢，病气它就会排出来，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的康复以及啊各种这个亚健康的疾病或者说康复期间的疾病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辅助治疗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临床的实验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练，哎，它毕竟是什么呢？综合调整，综合调整我们的神气阴阳的平衡。所以呢，具体它落实到哪个疾病上，我们得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论证。啊，综合来讲，其实所有的疾病都是阴阳不平衡导致的。那么我们把阴阳平衡恢复了，这个疾病的阴就没了，啊，就把根上把这个疾病给解决掉，那这个疾病的现象自然而然很快就会消灭掉。这也是我们太极拳啊生性双养的原理所在啊，或者说我们南派无极功生性双养的理论之所在。好，那么我们来讲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元神
一定要找到。或者说这个主人公上丹田的这个主人公一定要找到啊，怎么找？不好找，几个找法，让人家拿着手指去点你的眉心，你看我的手指慢慢靠近他的眉心，其实根本没有碰到，但是他会感觉到，能感觉到一种压迫。我走了，你能感觉到一种放松，压迫放松，对吧？你能感觉到，你不是这个压迫和放松的现象，不要啊，这是假的。能够感受这个压迫和放松的这个东西，谁在感受这个压迫和放松啊？对不对？我根本就没有碰到他，怎么就感觉到这个压迫和放松了呢？来，这能感受的这个能力，就能感受，能感受的这个东西，起作用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主人公，就是我们说要下照的东西。啊，就这么找啊，眼睛绝对不能闭，但是也不要睁那么大，就是这个垂帘即可。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这第一点。第二点，上中下三个丹田的眼儿一定要它自己存在，你得找，不能去做，不能生捅，不能觉得过不去你生往下捅，这是不好的啊。比如说就这个眼儿在这儿，这个眼在这儿，我在这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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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掉下去了，就要这种感觉，啊，就要这种感觉。中下两个丹田都是如此，下丹田下去之后还得往下，记住啊，下丹田下去之后，这个神呢还得往下，得到哪？得到海底，到海底之后，砰就打开了，哎，对，你看这就打开了。刚过下丹田不行啊，一定要打开，一定要下去穿下去，哎，对吧？非常好啊，这就是所谓的要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你会有几个体验，第一个毛孔炸开，你能清晰的感到毛孔往吐气，慢慢的感受毛孔往里吸气，就是毛孔的吐纳，这是我们站这个桩非常重要的。通过它的吐纳是第一层，这感受到毛孔的吐纳，说我没有感受到球没有关系，你只要能够感受到毛孔的炸开叫吐，和往回缩叫纳，感受到毛孔的吐纳这就够了。慢慢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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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你的毛会越来越长，叫马瘦毛长嘛，对吧？你会感觉你的毛越来越长，而这个毛越来越长的时候，你的这个辐射范围就出来了，这就是你的球，而这个边就是你的球皮儿。啊，就是你的球皮，这就是我们大概，哎，这个大气球的这个讲法，大气讲法。至于大气球的作用啊，我们以后会讲。在这里的话呢，咱们只说几个验证，啊，只说几个验证。第一，他站好了之后啊，你看啊，我推他的时候，我一使劲儿，我脚底噌就起来了。啊，不是以前啊，你要看到气球丢了，你把气球丢了，你看你碰它的时候，你这么压它的时候，它跟一堵墙似的，叫如球碰壁，你感觉是一堵墙似的，特沉，啊，这气球打出来，对，这你再碰，哎，它是个空的，叫什么如前头骨。像骨中间是空的，那骨中间你前头的骨咚咚的，你看你这里面摸不实，摸到里面是个空的，叫如前头骨，这就需要听劲了啊，都是推不动，那个推不动是一堵墙，叫如球碰壁环，一堵墙，这个推不动呢叫如前头骨，它是个空道，为什么？它内气疏散出来了啊，它内气疏散出来，它内劲呢也在，哎，对，它也转起来了，所以你摸不着实点，这个状态非常好啊，叫基本上这个状态啊，我们太极拳的进攻就练的基本上差不多，因为你气的悬殊和劲儿的枢纽都已经基本上找不着了，下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打拳或者运劲儿或者走十三式啊，再加一个有意无意的话呢，慢慢，我们就可以开始。试着慢慢的开始走十三式单操完了，开始打三十七式太极拳，然后中间的手法玩法其实全在这个扣珠球，
这三个基础上。今天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求德班，简单的介绍一下求德班吧。啊，比如说对方来推我，你看我现在用球一接他，我接着的时候我就不已经用手，不是用手接了，就已经用球来接他了，对吧？来推我，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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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个手啊，不再是用手来接他，不，这是手来接他，对吧？用手，我没有手了，这时候跟别人接手的时候只有什么扣和球。这是扣子，扣子走了，这是球。你看球过来，他一过来我就可以吞他，他不敢进，你看他不敢进，但是他还可以出去，这个球可以弹啊，球皮儿，哎，你看球皮儿落在肩上了，那也可以走，不用使劲啊，不用使劲，一点劲儿不用使，完全是，哎，完全是球皮的事儿啊，球皮的事儿，对吧？他就是我的，包着我的球皮儿，他就包在我的球皮里呢，进来之后就大球皮一包完事了啊，这就是球皮的玩法。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孙老师的视频讲座啊。那接下来我们到了提问环节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把话筒和视频打开啊。刚才我自己在看的过程当中就特别的有感觉，因为就是自己平常站的时候他是感觉不到。那个什么气，这种三上中下三就是这种什么三种丹田啊，就是感受不到。我特别是那个什么，特别是那个气，像我个人的问题，我在站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气的话，上丹田的气它下不去，就怎么去？不能有气，上丹田是神啊，强的是对知觉啊。哦，气在中丹田，下丹田是筋。哦，对，筋是什么？上丹田是筋。好，刚才下丹田是筋。刚才那样啊，中丹田是气，上丹田是对，中丹田是气，就在胸口这儿。下丹田是筋。筋对，就是人的精华都在那儿。上丹田一般都是神，人的思想啊，什么看法啊，什么都在那儿。哎，那为什么在练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总感觉到这个胸口的这一块会有一点点闷的感觉？就气没下去。气没下去哈。对对对对。就是胸口就闷。对，那怎么样子能够让气能够给沉下去？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就先气不用专门的情况下压，就刚才我说的，去最简单的方式，如果说。找不着上丹田的元神的话哈，如果找不着上丹田的元神的话呢，就感受你气不堵的那块肯定是个感觉吧，就你胸口堵的时候肯定有感觉吧，你就用那感觉去在你那个那一片找，那一片就像找，你在那一片找一找，哎，突然你会发现有个眼儿，找那眼儿就别动，那东西揉揉就从那眼顺进去了，中丹田有空，你不要着急去压它或者弄它，你就慢慢找慢慢找，总有个漏洞，漏洞在哪儿呢？哎，一找找着了，你心里面就会一下就顺下来，特舒服，越压它越难受。原来是这样。对，就用难受的感觉去找那眼，一找就有，就在这一片，就在胸口这一片。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就在我站的过程当中，我的那个后背的那个就是说的是筋吧，它筋它是在那个丹田，但是整个在后，刚才说是尾骨，就是那个什么，尾闾的那一块，那个叫什么是叫什么穴道来着？长条。它那，对，它那一块的那个穴道吧，我就总感觉到，它那一块会有一些那种酸的感觉。你是骨头酸呢，就是里面的骨头酸呢，还是外面的肌肉酸？我觉得应该是在里面的那种，它也吧对，里面是酸，它不是外面的那个皮肤。哦，
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通过站桩啊，咱们骨节的、包括肌肉的酸麻胀痛都是正常现象。啊，酸麻胀痛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呢，忌讳是什么呢？第一，头晕，这就非常要赶快要找，肯定是有毛病。第二，恶心想吐，这是肯定有毛病。第三，浑身寒战抖，这是肯定有毛病。第四的话呢，就是说你站在那块的时候呢，就是站不住，整个人呢就是忽忽悠站一会儿就浑身出冷汗，然后那个就站不住，脸色苍白，像低血糖那种性质的，这四种肯定是站错了，说要赶快找。如果说站着出汗了，然后酸麻胀痛了，没关系，你站着肯定会有这效果的。对对对。好的，谢谢孙老师。那我就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的老师啊。好的。嗯，孙老师。没问题，都可以随便。哎，你好，嗯。哎，我张磊。哎，你好，你好，张磊，你好。孙老师好，我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想跟您分享一点感受，就是刚才在您那个视频的时候，您指导着张老师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一直都站在这个太阳地儿里边，就是跟着您一块做啊。我感觉太舒服了，这种舒服目前来说就是脑子都是空的，我现在这个都是空的，一片空白。对对对，回不来了，我觉得。您说现在开始提问了哈，我说不行，我得坐下来，得给您分享。但是现在我脑子我觉得还是没回来啊，就强撑着自己拉回来，这种感觉太美了，太美了。对对对对。另外就是，你说，您先说，您先说，嗯，啊，没事，您先说啊。另外就是感觉您讲这课吧，太棒了。不是因为我是这个传播中心的这个志愿者，所以我才这么说啊。我没见过第二位老师能讲成您这样的。我自己也是大学老师，我自己听了以后，我真的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其实正像刚才您说的那样啊。刚才我只说了一个这个中丹田啊，它气上来了，它能把它扶下去。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人有个什么问题呢？像您说的，就是脑子停不下来，甚至于有些，你看我们这边好多，就中国这边好多白领什么的，他工作太忙啊，他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神经衰弱，或者说强迫症，他脑子停不下来。但是像刚才站在这个桩，脑子很快就会放空，嗯，效果非常好。对，完全是空白状态，不想回来。对，没想到你这个根气很好啊，很快就进入状态。不错，不错，不错。谢谢你，谢谢你。哎，谢谢您，谢谢您。没事就多站站，其实没挺好的，站站这个桩特别舒服，因为我也特别喜欢站。我觉得要照您的这个方法站下去两三个小时不是问题、啊，根本不是问题。没问题，真的没问题。你要守住了这个，因为你这个整个就把这个忘了嘛，忘了之后，有时候我站着好的时候，一晃神就三四个小时过去了。是的，不是说在熬啊，熬就没啥意思了。嗯，特别舒服。嗯，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问题可以随便问啊，没关系。对，还有哪位老师？有问题。对，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这边的话又要抢先机了。对，因为就是在这个空，我自己。站的过程当中，刚才听那个张老师说脑子空的，他除了脑子那空，还有其他的地方会感觉到空吗？就是身体上面他会有空。对，这个三空呢，它一般是什么呢？它现在是用元神去下照，照自己的这个胸口，胸口一旦打开的时候，这个气就沉到叫虚心实浮吗？就沉到下丹田了。下丹田再一打开，这个气一下其实就通过两个脚心啊，就传到地上了，就等于整个人的负荷就全部都传到地上了。但是其实你传到地上的时候呢，
这个地会给你一个反馈，它会翻上来一个，就非常好，就等于说你给它一个你的浊的东西吧，它会给你翻上来一个非常清的东西，就很清明的东西。这个庄越站越清明，整个人站到后来会一个什么状态呢？你会感觉这个周围非常凝固，非常宁静，就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不管外面的声音再吵，它进不来，好像有堵墙似的。嗯，孙老师，就是我个人站的过程当中，就是在那个两个脚，它就是你，我不知道你们站的过程当中那个两个脚底板哈、啊、是什么感觉？就我的两个脚底板吧，我可以感觉到那个脚背酸，脚心没打开，脚心没打开，对对对对对，脚心一打开就没事了。哦，是。比如你酸的时候教你什么方法呢？你就想着涌泉呐、啊，涌泉穴知道吧？嗯啊，是知道脚底的那个脚底心的那个穴、啊、对脚底心，你想着呢就是一个像嘴一样，比如说吃了个烫东西，你不要吹吗？涌泉穴像脚一样往地上吹，呼，慢慢的吹，这一下这东西就松下来，脚就打开了。哦，那跟那个穿的鞋有关系吗？哎，您说的这是个要点。实际上你看咱们中国喜欢穿那个白、嗯、就是天能底的布鞋啊，是穿那个鞋效果会非常好、哦、但是如果穿那些胶底特别厚的鞋啊、嗯、说实在的，这按照我们说啊，接地气不太好接，确实容易那个脚酸，它下不去，是尽量是穿那个天能底的布鞋。对，但现在就是那个我就发现现在的太极鞋它的那个都是那种胶底的，胶底的、那个、胶，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胶底它快有一种就是给我的感觉，它的胶底其实它那个地底下哈，像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它那个地底下湿气挺重的，我能感觉到那个涌泉穴它会有一些那种湿气哦，往里进，对，我就有明显的感觉，有时候一定要打开往外吹，你就这个涌泉一定要打开往外吐，它才能形成一个保护，不然的话它一虚的话，那湿气进来了，进涌泉可不太好。哦，是，嗯，那就要那个关注一些鞋，挑选一些鞋。你像就像那个、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啊，孙老师，那这个太极站桩，它如果是用球鞋可以吗？因为我在这边很多学生他是买不到这种千层底的鞋，也他们就是穿着就是球鞋，就是那种运动球鞋也行哈，就是你要注意就是什么呢，多关注一些，就是脚底心打开多关注一些就行了，时时刻刻想着脚底心。嗯，如果说比如说你要是千层底的话，你肯定想一下它接通了，你就不用多关注了、嗯、但是如果球鞋就是老得想，老得想着打开，老得想着打开，就多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是，好的。其实从这角度上讲，什么鞋都行。嗯，就是如果多关注的话。是，我这边哈问题比较多，如果是有其他的那个老师，您、嗯、有问题的话，您就直接打开话筒，那个打断我们，好吧？没问题，没问题。嗯，对。我看现在留言区里有人留言啊，看一眼。嗯、啊。留言区有人说站桩时觉得身体不正，一边实一边虚不正，请问老师怎么调整？啊，这个我们学员当中有好多，就是什么呢？他觉得虚的那面实际上是比较通的那面，他觉得那个特实的那面实际上是不通的那面，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站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站什么呢？站那个肩颈找涌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左边这个不通，假设啊右边的这个通，就是左边这个实感觉特别有个胳膊在这，但右边的哎虚虚的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哪边实，你把那个关涌泉就是肩颈到涌泉的这根线呢、啊、它不是一个通道吗，往细了关，往细就越来越细，就往里面拧，往里面像那个捻那个线似的，把它往细了捻，越捻越细，你越细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地方它就往外打开，一会儿哎，等到调到你感觉哎这两个身子差不多通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可能这边就会细一点，这边就会粗一点，没有关系啊，以这个声的平衡为标准。我不知道说的能听懂吗？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左边要堵的话哈，我左边就看这个关这个肩颈到涌泉呐，它好像细的跟一个鱼线似的，但是呢我这边呢要是通一点的话呢，我关这个呢可能就跟一个棉线似的啊，它会粗一点，它会细一点，通过越堵你可以越细，它就会松开。如果说的话呢，它那个越松的话，你比如说松得太厉害，你觉得然后松太厉害没事是好事，所以就通过这个粗细来调整。我不知道那位能听明白吗？就是肩颈找涌泉，那不是连着一条线吗？啊，哎，哎，你好。哎，刚才就是我问的，我听大概能听清楚，就是我站了几年之后，我的左肩膀就是还有点高了，就是也是因为这个，他老是右边虚，左边实似的，右边老觉得空，就像您说的，但是我拍片子，我的脊椎也没有什么侧弯，也没有很明显，所以我现在就站着很迷茫，您跟我说了说。嗯，我试一试，我大概能理解。对啊，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问您老师。再说，就是对。我刚才听那个讲的的确挺好，前两节没听，我再复习复习，到时候。好的。我再学习哈。哎，好的。如果说啊，就是这两边差别太大，你就可以单独什么呢？比如说哪边特别不通，你专门关一关这边的肩颈到涌泉，那边不关。这是一个暂时的啊，就是我这边比如说哎松的太好，这边已经就起来了，我就专门关这一边的肩颈到涌泉，就关一条线，关的哎松的差不多了再同时练，这是一个暂时的调整过程，也可以。哦，好嘞，谢谢您孙老师哈，多谢，不客气，哎。孙老师。哎，你好。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站桩的时候啊，就是我站的时候呢，总是就是说那个丹田部分和那个命门部分呢比较热，但是它这个热量是就集中在这个地方呢，还是说会到别的地方去？还是这是对，还这是好还是不好，还是不正确？您现在站桩是怎么站呢？我就是说一般的就是说那个就这么站着，然后就是松腰，有些腰呢太紧好像放不下来，然后呢就是松腰松胯，然后弯一下脚。会不会一手丹田呢？我没有手丹田。千万不能手丹田。对，如果说在没有一手丹田的情况下，身上有一些热量，你在你不难受的前提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是燥的话，你就得注意，可能你的这个意念，可能因为老是调腰的原因啊，因为腰跟丹田很近，可能会。就等于说意念进到丹田里面，导致劲儿跟气两个打起来，它初期就是燥热，燥热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我们称之为龙骨斗，劲跟气还没有练好，它俩就提前遇着了，然后就会丹田热，然后腰特别烫，然后开始脸特别红，然后浑身出汗。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注意，如果只是像温水一样的热乎乎的特舒服，就没有任何问题。对，就是有一点热，然后好像整个带脉也是都有点暖暖的那种感觉。那暖暖的很好，没问题，那时候说明是一个好现象。如果燥的话就得注意了，就是特别燥，哎呀，心烦意乱的还出汗，那就得注意了。OK 啊，谢谢老师。啊，这是好现象啊啊，好嘞。还有其他的老师有问题吗？对，有问题就可以随便提，没关系啊。
那我就继续我刚才的问题。好的啊。哎，孙老师，就是我在就是站桩的过程当中，像我自己也碰到过，也听到就是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也说，就是那个站的过程当中他会抖，嗯，就是那种颤抖，嗯，是说那个哪个地方不通吗？对，我原来就抖，现在的话我就不抖了。哎，对，这就对了。刚开始啊，他站的时候啊，他的筋膜都不通。都不通呢，因为一站摆正了之后呢，它的气血开始要攻这个不通的地方，它就会颤。尤其是通的道特别窄，过的东西又比较多的时候，它就嘟导致颤。但是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延续的太长，一般三天五天，最多一星期就过去了。如果说超过了一个月就得注意，说明可能有问题啊。要是一个星期半个月再抖，哎，那都太正常了啊。但是抖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哎，不能时间长。比如说手抖，这个肩抖，哎，抖两天过去了，可能一个肩抖半年还抖，那就是没有问题了啊。嗯，但它整个的可能今天肩抖，明天腰抖，后天腿抖，那就太正常了。我之前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上半身整体的抖，整体的颤，哎，正常。对，那是正常哈，正常，对。对，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无极桩跟其他的，你像我看到过，就是道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桩功，还有我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上，有一些国外的人，嗯哼，他们是自己加了一些那种动作进去哈，我感觉是自己加的。这也是为了让这边的当地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也会加一些动作，是因为让他们感觉到不是那么的无聊，哎，对，枯燥。所以我就想说一下，你像无极桩，它是那个手就不动，是吧？对对。但是如果我加了其他的动作呢，会影响到这些效果吗？或者说它跟那个道家的，它呢？最初啊，手是不动的，但是呢，站到了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如果三元出来了，就第一步，三顶，带上这个左右脉，它是不动的。三元出来，实际上它手就开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就可以动一动了，啊，是正常的。包括三空如果出来的话，实际上它是有时候手一高一低，它会动的。啊，如果说等到我们把这个太极的这个势掌握到的时候，开始学十三式的时候，就得开始正经动起来了。包括打十三式也好，打三十七式、打拳，它就得全得动起来了。所以不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运动那种习惯，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在道家认为，我们现在运动是一种后天的运动习惯。它通过站着呢，在静当中呢，静极发现一个，哎，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发现那个能动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找到它，然后翻过来用这先天的状态呢，再动。实际上打拳是一定要动的，而且各种姿势、各种玩法它是一定要动的，但是不能瞎动啊，就是先静下来，找到那半拉，就是我们平时是这么动的，哎，其实还有一种运动方式，找到那个就是比较有意思、好玩的，呵呵啊，所以它是有次第的啊，不是说必须不能动啊。所以说那个效果它不影响是吗？不影响。那是不是要先站一段时间，比如说先站个几分钟之后再动？最好是站一段时间。对，是我觉得就是您说的就是好玩，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对，要让他们觉得好玩。对，突然发现，原来作为一个人，他有那么多功能，你说可能以前都没有发现。哎，我还能还有这个东西，还有那个东西，都在自己身上，不用从外面找。其实这正是他比较有，不用练，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就是通过一种静下来的方式，他实际上就是通过静下来的方式去找到而已。它不是一种特异功能，人每个人都有。好的，谢谢孙老师。不客气啊。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其他的没问题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可以吗？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小琴，我在英国的。我您的几次讲座呢，我都听了，今天讲的就特别精彩。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对我来说有点深奥，因为我这个只是听说过哈，就第一次就是听到您在这边具体的讲，或怎么样来实际操作在这个人体上这个怎么运行哈，我觉得太精妙了。但是对我来讲可能有点深奥。但是呢，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对像我们这些刚刚开始站桩的人来讲，您今天讲的东西，我能不能就直接运用上去呢？比如说啊，要是我们在场的情况下，给你胃镜的前提下，你是很容易就找着的，啊，但是你要是说自己去想去，就像胃这个东西似的，它要有个老师帮你引一下，因为太极拳练的所有的东西，劲儿也好，气也好，神也好，意也好，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无非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去考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是怎么回事，而太极就是静下来看看自己怎么回事。哦，我原来有劲儿，原来有气，原来有神，原来有意，而且这些东西可以玩可以用。如果说有机会的话，线下我们给你喂劲儿教你的话，你基本上当时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很快回去就会可能会找就找不着了。那就是说，如果是我现在刚刚开始练，比如说刚练了有几个月的话，可能还不是能够特别能找到今天讲这些东西。你自己找肯定找不着，但是呢，老师给你一引，立马就能体验到，没问题，而且自己也能用。哦，那我明白，那我还是从基础开始站起，就是还是先不要就这么急着就开始找这些比较高的东西。对对对，其实最重要的是身形，就是那个头胸腰这三个，头顶起来，腰鼓出去，尾闾插下去，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基本功有了，后面其实好多东西真的就是一句话，或者就是我给你做一个，你去亲自体验一下，哦，就这玩意儿，你下次就会用了。好的，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您几节讲座我都听了，就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我觉得那个喉头那个您讲的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在现在在试着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头顶有一个小一点气体能够顶起来那样一点气，就头顶得到点气，就说我想问就是说，我要是这个喉头就是往上提的时候，是不是在吸气的时候有意的时候在吸气的时候就轻轻往上提呢？还是说不，它跟呼吸没关系，它是一直顶着的，就是呼气吸气它这个东西都在上面悬着的，是用意念给它滴了上去。意念，那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在我吸气的时候刻意的时候把喉头往这个预诊方面去。不是，它跟呼吸没有关系，实际上是喉头就往里一藏，然后这意念往上一滴溜就行了。哦，这样说不要去，这样不要这样，这样它起不到效果。哦，就是在非常平稳，是并不是说吸气的时候有意的。对，实际上您看你现在跟我做啊，你先舌尖顶上颚，舌尖舔着上颚。好的。你掐这个地方，你掐这个地方，舌尖顶上颚，你一掐这个地方有个气囊，你感觉到没有？有个弹弹的气囊，这个地方。有点跳的脉动还有。哎，对，有个脉动，还有个气囊，就是它有个弹性的东西，你舌头一去了。这就软了，舌尖顶上它就有了，然后这个气囊的这个整个这个气啊，这个气囊的气往这个地方就是往里一塞，实际上这就是喉头就上去了，它就把喉头推上去了。哦，那我可能练的时候，哎，对，你用手那儿往这这样一拧，就稍微一拧，哎，这喉头就上去了，然后这个保持这个状态，保持个状态。它其实呼吸吸气跟这个喉头它都不会掉下来的，它一直是悬着的。那我可能还有点练的不太对，因为我总是在就是轻轻吸气的时候把喉头好像往后推那个感觉。不是往后推，是往上提，往上提。提到百会那个位置。哎，能提到百会最好，提不到的话就到预诊也可以，就够了。能提到百会最好，提不到就到预诊，没问题了就。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照您说另外一讲来讲，练那个三元，就是那个锁骨向后找那个夹脊，然后把这个肩胛骨打开，就说它往前
合的时候这个圆有多大，是以肩膀那个点为圆画，还是很大一个圆，还是很小的圆？不大，基本上最长不超过一臂啊，就是手你自然弯曲大概弯曲个七成吧，就这个距离是最合适的，最舒服的。就是感觉这个圆的就在和你肩膀是平行的，这个圆。对，平行的，就在这个地方平行的，大概就这么大，就这么大。啊，就是应该是不到一臂的距离，就到腕子这吧。就如果说一臂伸长的话，就到腕子这，这个距离就够了，就够了。好的，那就说这三个圆都是在大概这个大小的范围，这三个线要就是在一条轴上，就是。对，在一条轴上，肩膀、膝盖，中间还有会这条轴上，对。哦，那就离身体大概也就是半米左右这样一个圆画出去的。对，它不可能太大。很大，对。反正我现在还是有点在练的时候就觉得膝盖往后顶，然后画圆，这个我还是体会不到。就是我就是你就在说这个要点，我就一直在想往后顶。然后再向左右打开，就是膝盖嘛，膝盖不是往后顶啊，你可能理解错了。这比如说，这不是膝盖吗？对，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膝盖两个膝盖往里错一下，就是往里错一下，就像那个咏春的那个一字前阳桩似的，两个腿有点往里夹着那个意思。第一步，膝盖是往里错，错完了之后的话呢，你。那个委中穴你知道吧？知道，膝盖后面那个对面。你用委中直接找肩顶就行了啊。有时候我说这个膝盖往前提，大家可能就会具象化了，它其实是个比喻。但是膝盖是往里错是必须的，就是往内错是必须的啊。膝盖往内。对，就两个腿的膝盖是往内错，就像那个，哎，这就是你看那咏春。叫一字前仰马，它就完全两个膝盖就夹在一块了，但不用那么过度，就是有个往一块相靠的这个意思就行，两个膝盖往里裹，就是我们说的裹裆。哦，然后这个等于就是委中这里两个穴位就基本上找这个肩颈去了。对，然后用委中一找肩颈，这就成功了啊。这样可能让大家好理解，不然膝盖怎么到后面去然后再上去可能不太好理解。对，我是在一直在练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就是感觉就是感想了之后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就觉得啊，对，就但是我对觉得可能就是还是不太对。练两个过程，一个是裹一下，一个是提一下，就是从后面提一下啊。最简单就是委中往上一提去找这个肩颈，这个整个这个你会发现什么呢？脚后跟一虚，脚心一虚，说明你就站对了。脚后跟和脚心不吃力。那个还有，我站的时候我就觉得脚底板特别的酸，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就脚底板。对，不光酸，我先打好这个招呼，因为这个脚底板这块后期要开的话，它有什么状态呢？酸，下一步是麻。麻完了是像针扎的一样，就毛就又痒吧，它还又有点疼，最后是火辣辣的疼，最后舒服好了，然后你再站，你脚底板就跟小肉垫似的，你踩地就踩不实了，只要这个一过去，你想使劲踩地，一踩地人就好像就这个地是软的似的，就跟踩在海绵上似的。好的好的，我这些都明白了，太感谢了。今天的课对我来讲有点深奥，我还得放在以后再练吧，先练基础。对，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啊。好的，谢谢你，谢谢。哎、好嘞，好嘞。那个秦女士，如果是还有一些什么感想，平常练的过程当中可以发到群里，我们老师、对也会回答，在群里也会回答。今天的时间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已经延续了十五分钟，往后延了十五分钟，非常感谢申老师为我们解答这个太极桩功的一些疑惑，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好，最后我也看到了，于老师在群里哈，请问一下于老师，您那边有什么想要给大家讲讲的吗？最后给大家。讲几句，岳老师。
听到了吗？哎，佳姐，你的那个信号不好，我们听不到你说话。啊，是吗？啊，我是说玉老师这边啊，刚才我是看玉老师在群里，听不到我说话吗？佳姐的信号不好，那就你说吧。那就不说了，那就张雷你说吧。不说了，佳姐信号不好。丽萍，打开你的话筒，谢谢。啊，好的，好，非常感谢那个沈老师，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杨老师，还有童老师、张老师，就是大家的话一块辅助把这个太极公益讲座给圆满的完成。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啊，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再见，谢谢孙老师，谢谢丽萍，谢谢老师，大家可以把话筒、把视频打开，跟孙老师说再见。好，再见，谢谢童老师，谢谢德强，非常感谢，好，下线了，哎，好，谢谢啊，拜拜，哎，好。